有东方荷里活之称的香港曾经制作了不少好的电影，这样不是香港人自夸的。但是由于盗版的关系，我们预料很难再有机会欣赏更多更优质的香港电影。盗录、烧录、非法下载、购买或使用盗版，表面上的伤害可能不是很大，但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正正损害香港电影创作的未来。